安排哈。啊，咱即马吼，我来赶快安排我的咱的史蒂夫是奈尔哈。奈尔，你捌无啦？我捌。啊，咱本来是要继续继续行啦，啊，但是咱的团主讲吼，讲卖啦，因为拢一只拢直直创感官，我见大家的观众挡袂牢啦。唱两条歌嘞，唱两条歌嘞，要加来唱，啊，无钱啊，无人看，等下，大家拢做辣，即摆过来，即个够愈辣，吼，过来，即个穿的是阮都是人拍配的，所以讲我甲朋友报告一下吼，咱即摆来咧看即个钢管秀的时阵，大家吼安尼乱进没有关系，但是我拜托一下吼，假设等下你若看到巡逻车来，吼，咱口罩一定爱管理甲戴好势，吼，啊，人尽量较少较规一撮吼。保持距离，吼，吼，安尼，咱伊若来，咱较无话讲，你听无吼？啊，人即个继续搁把咱做啊，对不对？吼，所以我安尼，你若咧看节目，唔通甲人讲，我直直看查某，吼，那啊，巡逻车，好，我等下才甲你讲，我等下才提予你，安尼好无？吼，好啦，我再提一咱咩事咩，提一咱咩事予你啦，吼。啊，等下吼，我看到巡逻车，大家就拢安闪到边啊就坐，吼。啊，咱等下即马搁出来去，搁来甲安排几只歌。那么咱就过来甲安排更讲的，好无吼？来，哦，好啦，来，我真好听的歌，那这条袂歹听，你一定会教伊的，输我的人，安尼好唔好？好来，拍破鼓的一个感谢，奈何来甲咱现场来感谢，谢谢你，来。